我们注意到印度大选结果已经揭晓，莫迪总理领导的印人党及其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。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，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。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，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，着眼大局，面向未来，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。